接下来我们看范例五，范例五他说 A 长这样 ，B 长这样，问你说，哎 ，2A 加 3B 等于多少 ？3A 减 2B 又等于多少？好，这个就是你先 A 要乘以 2， 然后再加上 B 乘以 3， 好，那乘以 2， 乘以 3， 然后最后再把它相加，那就可以得到答案。或者，好，如果是减法的话，你先看这个多系数多少，先乘出来，这个一样，好，这个乘以 3， 这个乘以 2， 乘出来，然后做相减，好。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做相减，那最后算出最后的答案，看看这样。